OK， 好，那就艾荣哦。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他们练舞的 VCR。OK， 现在刚到舞蹈教室，因为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在舞室里面表演排过舞的舞蹈，所以我其实蛮紧张的。我希望不要是那个地板动作，那个我最怕。他的舞，可以，欸，我很喜欢哎。大概你必须要真的接触这个风格2到3年才能真跳出味道来，跳出那个味道。然后你说是有点牙买加，牙买加的，对，那不就真的会有那些那种很对很多很激烈的，嗯。所以卢先生知道 dance hall 吗？되게어려운춤으로평소에알고있고哦，具有挑战性。哇塞，艾荣 ，Are you ready？ 真的吗？艾荣，加油 ！Let's go！它会消下去，你会比较平。对，之前就这样子嘛，很耸肩。
后来打完，然后刚好学这个动作，就没力，没力，然后我就直接这样趴下去。但是就是后来我就有练，就是回家的仰卧起，不对挺身，不对挺身，对，一直练，然后他又练回来了，所以打了就没用，再去打，再去打嘞。所以问一下鲁豫先生，对于他刚刚那段表演怎么样？확실히그치어리더셨다보니까되게표현력이좋으신것같아요他觉得刚刚那支舞最难的地方是哪里？아무래도보톡스를맞으셨으니까이게제일어려우셨지않았을까他说因为毕竟还是有打过肉毒，所以应该也是推肉毒，肉毒又讲了，哈哈哈哈哈！你干嘛一直在讲啊？刚才好像不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Q 嘛，你真的很称职。有些事情你可以跳过嘛？肉毒肉毒很重要，肉毒也翻，肉毒也要翻，太称职了。所以他是说打有打肉毒还可以这样做到很厉害，是不是？他说毕竟有打过肉毒，所以应该推的那个动作是比较难。对啊，好认真哦，真的哇！第一组算很成功，而且很精彩。我觉得不能两个女生。对，中华冲了。中华，你因为他刚刚艾荣那段真的蛮精彩的，你觉得接你会不会弱掉？其实我蛮担心的。我表演这么多的，从来没有今天这么紧张过。那不然你先讲一些故事好了，如果舞蹈很无聊我们可以剪，你放你的故事，你不是要准备一些你以前跳舞的故事吗？对，我今天跳真的是过第二次的20岁的感觉。所以你当歌手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跳舞吗？我不能跳，会衬托出我太厉害他们太弱，所以说你不能跳，然后我就慢慢的就腿废掉，我也没练太斜，哎，晚上我不用跳也行。慢慢的忘了，这种快乐小 DJ 就一直这样子下去。所以就要轮你表演喽。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练习的 VCR。教练，好，好紧张哦，哇，手在流汗了。很久没跳了吗？很久没跳，以前有跳过，小时候，真的是小时候，以前鞍马、风车、爱死跑，其实基本上都跳过。哇。现在你这样做，我知道怎么做，可是我身体跟不上。我先到我的编排走，可以。这边要怎么接，我们再来讨论。好。跳这种比较 hip hop 的感觉，那我觉得很大的重点是，一开始我设计的是比较现在流行的编排方式，之后再融入他自己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我大家期待一下，我很期待，非常期待。哎呦，小林老师，我觉得看那个 VCR 我觉得很不妙哎。不会，你确定他可以表演上台表演？可以，很多人在看哦。对，还有韩国的朋友哦。可以，因为他在看起来整个人就，我觉得状态很怪哎。很像僵尸，而且他跳完在累的时候眼睛好大、喔。对，而且他头发绑起来，然后你就觉得啊，雄性秃。你不要讲，跟舞蹈无关的。突破。所以哎、，OK 哈，中华，拜托吓我们一下好不好？真的吓。你可以的，中华。可以的。Let's go！ 欢迎中华。Thank you.
谢大家。可以嘞，比我想象中的帅非常多。好，谢谢。真的有帅到哎。可是因为你知道你的眼睛很大，所以你的表情散发什么讯息都很容易被我们 get 到。你有一对，你这边这样，是不是有点忘，有点忘记，对不对？这有忘记。对。你表情可以不要这样子吗？这。就他如果没有做那表情，我们更不知道他忘记。对，你那个表情就泄露了一切，你就随便带过去就好了。下次戴墨镜的。他有看得出来他忘记吗？되게불쌍해보였어요。哎，是影片的伴奏害的。刚刚那还是很可怜吗？那段表演。근데좀저는개인적으로좀존경리스펙한게저도좀여러직업을갖고있다보니까근데저는저나이제가저나이돼서도저정도로도쉬고싶다라는욕심이있어서아유진짜그게하여찌리다하지시저는이전지금이걸못해요어떻게하는거야최야최야최야他没有办法你可以 you can do it you can you better I don't I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no no I can you can 新加坡人吗40岁再说说你们帅，帅帅帅帅！哎，你所以你看，韩国人也被你帅到了，成功，成功，成功，太棒！你们四位老师都有看过那个别的学生表演吗？刚后台有看，大家很认真在练习。所以英英跟卖车的先生，异乡人，没有名字的异乡人，谁的表演要放在压轴？我觉得是他们呢，我觉得都很酷，都不错，都很酷，都很酷。看完你会想下单，会买，会买下单。我觉得因为你的落差很大，因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异乡人很会跳舞哦，所以如果讲反差的话，你应该放最后都可以看。因为如果常看电视就知道英英她真的舞蹈专长，但是因为我原本是就是学芭蕾舞的，然后我们重心是高的，跟国标一样，我们的重心高，所以当我要练这种街舞的时候，我要把就是重心下放，第一堂开始就是这样子在往下的吗？这个我就练了三年，我才真的把它可以做到好。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往上，对，延伸延伸延伸都是高的，所以我会觉得说要跳这种下去已经很难了。就我现在被老师选到这种舞风，除了难之外，我肌肉整个要缩紧，要popping，你要震动，对呀，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很想要抽到英姐的原因。因为我觉得你很难嘞，你知道我躁郁的点在哪里了吗？因为你完全不是 popping 的人啊！今天是我难得看到你就会吓成这样，对我真的对，而且我现在的脚就是你知道就是有在抖吗？已经在 popping 了，没有力气，你知道那种很紧张的时候，紧张的松软感。对，然后我刚试着要吞口水，我没有口水耶，整个干到不行。你要喝水吗？喝水？没关系，我刚喝了，我看你喝了两杯。所以你现在这个状态是可以上台的吗？老师，你觉得？我觉得你可以，我觉得你可以，可以啦。放压轴，我觉得你会更紧张。老师，压轴，我觉得你会更紧张，你会给自己更多无形的压力。啊、拜托，你可不可以 attitude 先回来一下，让我们看到以前的英英。没事没事没事，还是你要再喘一下。我们要慢，没关系，我们给英英一个 VCR 的时间休息一下。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